秽土白千万不要带挖遍密卷，不然一不小心你就会永久的禁锢住对手，让整场决斗失去了悬念呐、啊！有位兄弟向我投稿啊，先用挖遍密卷，再释放大招，对手直接被禁锢住了，完全无法动弹。实战中也出现了，只要你的血量比对手多，使用这套流程下来，对手啊就被禁锢在高空中了。那这场决斗你就凭血量优势拿下了呀，但是一定要慎重啊，如此轻易的拿下决斗很可能让你觉得很枯燥啊。其实这种空间禁锢的情况啊，之前也在很多忍者身上出现过，然后我尝试了一下，目前还是没有被修复的，因为在练习场里面可以复位啊，所以说可以把对手啊拉到地面，但是在真正的决斗场里，你一旦把对手禁锢在高空，则再也碰不到他了。哎呦，我想问一下兄弟们啊，这一次的塔尔玛博人宋时连你们都出了几片呢？我怀疑出 bug 了呀。